的贵宾，还有现场所有的同学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晚安，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哈喽少女。在今天我们的这个首映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邀请监制、导演还有三位演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希望能够传达给各位同学、大朋友或小朋友在人生当中有什么样新的感触。那也非常谢谢台中上上下下所有好朋友们在拍戏上给我们最大的支持。那我们要邀请新闻局副局长陈家军副局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副局长台上请。好，谢谢。少男，大家好，大家好，好，非常高兴代表台中市政府来跟我们的 Hello 大家打招呼，大家开心。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Hello 少女的刘出品人，还有我们的连一奇、连监制跟王一翔王导演。Hello 少女呢，这个片子呢，它99%。是在我们台中市拍摄取景，所以我们感到非常的荣耀，也非常的荣幸，非常谢谢我们这次的在这边的拍片。另外呢，还是要代表我们的燕子市长跟大家提醒，记得等一下进到演厅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哦。好，谢谢我们今天我们的预祝我们今天的首映会顺利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谢谢副局长，谢谢。所以各位小朋友听好喽，待会儿进到影片当中要把口罩戴好啊。那也要非常感谢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要欢迎林盈智执行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执行长。大家好，很高兴这部片子完成了。那在这个时节来放映啊，其实是一个抢滩的动作，因为震战期间美国电影我们看的比较少，都支持国片。那也希望大家好看的话分享给大家，这部电影有80%以上是在台中拍的，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推广。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执行长。是的，看哈喽少女除了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校园生活当中大家跟同学相处的心里面很多的复杂心情之外，可以看到许多台中好玩好逛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演员来到现场，首先欢迎林辉煌。好的，林辉煌在里面饰演的是陶志远哦，这里面是一个校草的角色。来，我们先拍照，麻烦正前方。待会儿也请辉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全是校草要展现帅气有没有什么样的难度哦？来，正中间，好，右手边下方，谢谢。好，正中间再看一下哦。来，辉煌，我们这边请，稍等一下下啊。好的，欢迎在里面饰演，就是我们让大家可以看到到底要怎么样展现心机哦。在里面饰演王可倩的陈怡瑞，欢迎 Yuri。好，请 Yuri 来到台上，我们拍个照，正中间，正前方，好，右手边下方，正中间再看一下哦。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正中间是这里。中间，谢谢。好，我们这边请，在里面饰演的是到底要站在哪一个方向，对他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决定权哦，也是很为难。在里面饰演允恒的王允平。中间请，好，我们先看正前方，好，麻烦右手边下方，好，麻烦左手边看一下哦，好，正中间，谢谢。我们请三位同学合体，我们拍个合照，来，两位一起，校草在中间，对，你唯一的男生嘛，你左右逢源的感觉啊。好，来正中间，我们先一起比出Hello 的感觉，好不好 ？Hello， 好，第二个 pose 感觉出少女的感觉，我们看林辉煌会不会感觉少女？对，少女，清新活泼，热情洋溢。七号楼少女8月7号正式上映哦。来，左边下方。
校草的感觉，好不好？不同的感觉。好，里面的雨痕是一步觉得不用，我不需要。好 ，Yuri 里面写的王可倩是什么我都要。好，谢谢。好的，麦克风给我们三位演员。好的，来一人一支。我们先从里面让大家感受到比较印象深刻的角色开始跟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今天是教官，三位有感受出来吗？教官好，很乖。你说，只是小西，小西中间这位陶志远，小西不会是不是？我怎么？小西后面哦，手要两个背后面啊。好，再一个，你说，向左转。好，向右转。很好，大家左右分得很清楚。先请陈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里面饰演的王可倩是什么样的角色，以及看完之后希望大家对于王可倩有什么样的评价。Hello， 大家好，我是 Yuri 陈怡瑞，我在 Hello 少女里面饰演的是王可倩的角色。那王可倩她在学校里面是女神班花级的亲善大使候选人，然后最后她也用了她的各种方法连任了亲善大使。但是在她想要得名的过程里面呢，她做了非常多做错决定的事情，又或者是伤害到转学生，就是允恒里面的女主角他们友谊的事情。那同时王可倩她也是非常渴望友谊的人，是，所以你看可以演出一个角色，在自我介绍可以说我在里面饰演是女神，感觉很爽哈、哦。真的谢谢导演让我演这个角色。是的，让大家看看女神会在整部电影当中到底结局让大家依旧把她当成女神，还是最后很想要把她打成是女神经哈、哦。来，大家可以进到戏院感受一下。好，在里面饰演陶志远的林辉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角色，以及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要留言是喜欢林辉煌还是讨厌陶志远。来，请自我介绍一下。OK，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辉煌，在里面饰演的是陶志远。那陶志远他的个性就会比较像校草级的，然后帅哥，然后又很喜欢撩妹，可是跟我本人可能有点反差了。对，那希望你们在进戏院看了之后呢，会喜欢陶志远，也会喜欢我。哎呀，真的，那你要不要对于这些女同学讲一句你跟允恒告白的时候说的话，在图书馆的那一句，对着他们的手机。我告白吗？没有，我没有告白，我就跟他说，8月7号记得来看 Hello Show。好会哦，还指出七的感觉。对，我对，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会比这个动作？对，有录到哈，有录到，就回去的时候想念林辉煌，就把这个动作放出来看一下。好的，在里面饰演允恒的这个王玉萍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角色。大家好，我是王玉萍，我在 Hello 少女里面饰演的是吴允恒这个角色。那我相信各位等一下进场的观众朋友呢，都有可能在 Hello 少女这部片子里面看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然后如果在这个片子里面你有什么感动或是留下什么感觉的话，就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感觉。谢谢。是的，我们也希望 Hello 少女能够让这个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对于你的学生生活还有很多的期待，或者是很想要转换心情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抒发。如果你已经毕业了，让你重回那种青春少男少女的感受啊、哦！谢谢三位，谢谢。好的，我们把麦克风交给工作人员，来你们的左手边。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监制跟导演来到现场，要欢迎监制林依琪以及导演王慧翔，我们两位一起来拍个合照。好，麻烦正中间。好，麻烦右手边下方。好，麻烦左手边。好，两位这么刚强的男子汉也帮我们比出个哈喽的动作好不好？来，我们还是要展现一下那种青春活泼洋溢的感觉嘛。谢谢。好的，来请麦克风交给监制跟导演。先请连起监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说了我们有99%以上特别在台中的很多很棒的场景拍摄，为什么会特别选择台中呢？要不要请导演请监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
实景比较多是那个导演决定的啦。是。只是我自己，因为我第一部片《命运好像是也在台中拍的。是。然后那时候拍摄经验就是很顺利，因为天气很好，然后制作环境很好，所以那时候导演提说想要在台中拍，我就觉得很好啊，那应该是蛮顺利的。对，而且我们台中有很多非常适合这个学生能够取景的场景，像一中街，还有我们很多漂亮的这个校园场景哦。这个部分要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的校园片的类型，为什么会选择《Hello 少女》这样的类型来跟大家分享？你心里面想要传达青春时期的感受呢？我觉得青春是一个成长的必经的过程，然后青春又会有很多的冲撞、鲁莽跟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些都没有对与错。那最重要，这部电影希望跟大家讲的是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青少年都会犯错，那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成长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是的，所以也希望各位少男少女看完之后，当哈喽在你心中有不一样的定义，说不定就是因为这部片带给你们的启发。谢谢监制，也要谢谢导演，谢谢。来，我们这边请。好的，那当然我们今天这么开心能够来到台中举办我们的首映哦，我们有礼物要送给我们一直支持 Hello 少女的所有的团队们哦。我们先要邀请王玉萍以及我们的出品人郑淑萱 Jessica 来到台上，谢谢。我们两位先台上请。好的，来，我们先两位台上请。好的，到底呢我们这个跟我们电影非常有关的我们的主要的 T 恤上面有这个监制导演跟演员们的签名，要送给哪一位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新闻局的副局长将军副局长，我们来代表接受，谢谢。请副局长我们站到中间。 Jessica 我们这边请到那个副局长中间，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哦。来，麻烦正前方。好，谢谢 Jessica， 我们的出品人呢、哦，也是在这个电影的拍摄的过程当中，给团队非常大的自由创作空间，也给我们很没有后顾之忧的安全感哦。来，中间我们再看一下、哦，我们一起比出 Hello 的手势，好不好？谢谢。好的，谢谢出品人，谢谢 Jessica， 也谢谢副局长，谢谢平。我们台下稍等一下下哦，谢谢。好的，那。请这个辉煌还有瑞，我们要准备另外一个颜色的我们的官方 T 恤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请两位先请。好，在这个富华高中的这个校草跟校花啊、哦，他们准备的这个白色的 T 恤是要送给哪一位对于 Hello 少女有非常大帮助的朋友呢？我们要欢迎的是林廷智执行长，代表接受我们的 T 恤，谢谢。我们请执长中间请。好，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哦。来，麻烦正前方。谢谢，右手边。好的，我们也一起比出我们的这个 Hello 的手势，好吗？谢谢。谢谢，好，我们三位请留步哦。我们要再次邀请新闻局的副局长、家军副局长台上请，我们中间请，谢谢。我想是向我们中间请，好，我们来邀请两位贵宾，来邀请于萍，以及邀请出品人 Jessica， 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哦。好，于萍，我们站这里好了，你站在那个辉煌旁边。好 ，Jessica 在这边，谢谢，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什么？教官一起吗？教官，好，那要听教官的口令哦。好，来，教官的口令，第一个，开心。好，第二个，比赞。好，第三个，比出那个87 Hello 少女的七。一起哦，要请王一翔导演跟林一齐监制，我们一人一边好不好？好，对，把我们的演员还有我们的创作团队紧紧保护好啊！来，正中间，我们再看一张哦。谢谢，好，我们一起比出 Hello 的，耶、yeah, ！要谢谢大家跟所有支持的朋友们一起支持 Hello 少女，谢谢大家对我们这次拍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帮助，谢谢。谢谢将军副局长，谢谢执行长，也谢谢出品人 Jessica， 谢谢，谢谢监制，也谢谢导演，谢谢我们的三位演员，谢谢。好的，我们还要稍请一下哦。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到二厅跟所有的朋友们打招呼，所以也欢迎还没有报到完成的同学。